好啦，咁我哋嘅 Fan X 2018廣州站咧，就直播就正式開始啦。咁頭先嗰個係開場白嚟嘅，試試機啊，試試聲音啊，歡迎咁。咁咧就啲朋友仔咧，如果即係收音收得唔好啊，畫面滯嗰啲，通知一聲啊。咁就嗱，會場咧其實喂 ，hello， 咁又撞到啲香港朋友。咁頭先第一個就唔係香港朋友嚟嘅，應該就係換嘅 TV 嘅觀眾啦。喂，都其實幾興奮，好開心噶！一上嚟一開機，幾秒鐘就有人認到咧，即係有少少興奮嘅。講真嘅，即係大家辛苦係冇白費嘅。咁就嗱，場係少人，點解咧？大陸嘅五點鐘其實收工噶啦，咁所以我盡量把握咧五點前我影45分鐘。咁一間咧應承咗大家有啲新嘢睇嘅，咁其實嗰啲就安排咗噶。竟然有人打電話嚟，咁咧就大陸嗰啲就好快就完，因為廢話少講，我哋即刻影啦，因為時間。喂 ，Louis， 啲聲有冇問題？睇一睇我，冇問題就答一答我啦嚇。咁咧就嗱，睇下畫面嗱，呢啲而家就係內地嘅 show 係咁靚仔嘅，係好靚仔噶啦，出面都好靚仔嘅。咁啊，包括我就唔係好靚仔啦。OK，anyway， 好啦，咁啊，亦睇我樣夠滿啦，係咪啊？俾咗少少。个唔系好靓个头，你睇好添。好，我转翻个正常画面先。哎呀，系一影影垃圾桶。喂 ，hello， 好啦。咁你睇到嗱，其实因为四点几啊，所以场咧其实人少嘅，要买限量版嗰啲买咗。咁呢个场又唔系净系话系买嘢咧玩啊，嗱呢啲系 war game 嗰啲啦，即系可能系唔系话 VR game 嚟话火影游戏笔记本啊。咁啊，当然要影影啲福利系咪？但系影少少算啦。喂 ，hello， 你好。咁咧又系嗰啲呢个广州嘅设计师嚟嘅。咁咧就冇问题，好正常。咁啊，好嘈嘅。点解咧？呢个 show 其实系 Pop Live 搞嘅。Pop Live 系翻美国公司咧。咁啊 ，MD 系一个吓、行里边嘅知名人士啊，识咗好多朋友啊 ，One Language 啊 ，Gobi 拜仁啊 ，Michael 啦，好多都同佢合作过噶啦，热坚嘅。咁就咁啊，场里边一定有啲嘢玩嘅嘢嘅。咁咧。大概五點半鐘到啦，俾個新嘅 B12 嘅系列大家睇，包你哋唔會失望嘅。咁而家睇其他嘢先嗱 ，SFAB 就係 Pop Live 主辦單位啦。其實嚟緊喺杭州咧都會有嘅。咁咧就係又大聲又興奮啊！我睇你做咩先？咁有啲福利嗰度影影啦，大佬。嗱，有福利嘅時間，咁而家影影啦，係咪先？嗱，呢啲喺邊過一過算噶啦。好，咁啊，唔知道发生咩事。好，這個、呢个咧，真系嘅，佢话女仔多系真系女仔多嘅。咁咧，我去睇翻先。咦，个场好静，唔系因为就系收工啊。嗱，因为啲表演都完晒啊，因为咁点钟就收啊。因为我衰嘅，如果我呢个时间嚟，有好处系咩呢？就系、是、人少咯。嗱，呢度现场啊，现场嘅。大家好唔想睇呢啲系咪？你话场好静，俾你嘈啲。大家好唔想睇系咪？我就俾你睇啲，你话静啊嘛。嗱，几多人？所有大陆嘅 show 都系五点收嘅。好啦，咁咧我就，你嘅煲喺边啊？你嘅煲喺边啊？呢、這个咦 ？OK， 咦，影影先。好啦，咁啱啱坐咗个朋友仔。咁上次喺 SDS 見過佢啦，嗱介紹過，認得呢個咧，係啦，嗱咁啊，真係咁可以先，生意好唔好？咁都收到，收到佢個接麥 ，OK， 介紹下自己先啦。上次 SDS 見到嘅應該都會有見過嘅，就係、是、Snappy Pass 嘅品牌。今次就冇我自己本身個人嗰啲嘢啦，呢啲就全部都是公司嘅。哦 ，OK。係。跟住嗰邊就係灰帽嘅月餅。唔好意思啊。咁呢個靚仔就係呢個廣州嘅一個朋友仔啊，設計師啦，好後生。嗱，呢個就係月餅仔，其實有印象啦，大家睇過㗎應該。幾時出街呢個月餅？中秋節之前，真係錯啦！想問你，中秋節之前，我見到好多廣州朋友都有睇喎。係啊，先喺門口已經有人問我你咪玩具 TV 咁樣。係啊，大家都會用嗰個途徑去做某啲嘢噶嘛。OK， 非常好啊！咁啊就除咗呢兩個新嘢之外，暫時未有啊。有如果我自己嗰啲咧，
就六月再喺香港见啦。六月几时啊 ？Iwino。诶 ，Iwino 你嚟啊？系啊。喂，你讲一次你即个人嘅大名先。我系 Benson。哦 ，Benson 系啦 ，Iwino 即系 Eric 咧 ，Eric 搞嗰坛嘢喺 D2 嗰度咧，佢会嚟。咁啊，如果想见下佢咧，都几靓仔噶嗱。嗱，咁咧就咁啊，六月啦。系啊，六月啦，系啊。咁六月见啦，咁我唔阻你 ，OK， 咁啊，拜拜。好啦，咁咧就冇错啦。头先系一个嗱，呢啲中意玩胶嘅朋友咧，其实你哋都唔系成日见啦。讲真系咪啊？呢咁巨型嘅玩胶咧嘅胶咧，嗱1800班人仔，福利益太少啊！有嘅，有嘅。内地嘅展览系好多女仔睇，老婆冇睇呢个人啦。咁咧，我哋镜头入边咧有个嗱，呢个系一个 pop life 嘅。啊，老细啊，咁啊，我唔需要佢啦，因为冇约佢嘅，唔知佢喺度访问，因为吓、啊、，OK， 咁我继续行下先，好啦，咁啊影下啦，哇，嗱、呢个要影啦，呢面前呢只咧，我唔知系咪朗胶，但系 suppose 系一个朗胶嘅玩具嚟嘅，不过咧佢就做嗰只，我叫1:1啦嘅超巨型嘅，即系。高都1米幾高噶啦，阔都1米幾阔噶啦，咁啊超巨大，呢、這个我真系玩唔起啊！咁但系咧呢、這个应该系展品嚟嘅、啊，相信都可能一隻半隻咧就有啲 collector 会买啦。咁但系呢个自由神像咧，我觉得就买得起，因为咧千零蚊人民币、哦，即系2000多蚊，但系咁大座咧系超抵噶。可以睇埋呢个咧，這个人啦，呢、這个因为肯定是 Ron English 嘅嘢啦。咁咧嗱 OK 喎、哦，呢、這个系咪啊？唔知系咪第一次见啊？嗱 ，Ron English 嚟嘅呢个，一睇就知啦，系咪？咁就知道你扮边个啦。其实两嘢加埋，咁啊呢个价、哦、其实 OK 嘅、哦。唔知道有冇人想要我帮你买咧？唔使问啦，我一定唔会喺呢啲情况下买嘢嘅。点解呢？因为实在系太辛苦啊！吓拎唔到，亦都唔够钱买噶。咁唯有咧就，咁唯有咧就睇咗先。睇咗先啊！嗱，呢啲超呢、這个就 propaganda， 即系 Ron English 嘅 buff 啦。咁原来咧系啦，真系嗱，即系咁大家教下大家，或者我被教下啦。即系其实 Ron English 嘅作品系好阔嘅层面，就唔系成日都系头先嗰只咧，好似六巨人，好似咩叔叔嗰个咧咁样噶。啊，咁佢都系差唔多系呢个叫潮流文化嘅。之父咁啦，唉嗱，即系咁啦，佢都年纪唔细噶，就即系真人都差唔多咁样噶。OK， 咁啊，据闻佢系嚟咗噶，不过应该都收咗工。好啦，咁我再行下先。其实好多吓，咁一间我搞咗个新闻牌1:12嘅专访先，然后先至去再行个圈。嗱，咁咧其实都仲有人排紧队嘅。至于福利嘅嘢咧，嗱，福利嘅嘢就。走曬啲福利係咪？其實應該啲 booth 嗰啲福利都有嘅。唔係，我嚟呢個時間靜啫，大家唔好誤會咗啊。同埋宣傳上邊咧，嗱、這個 Black Seat 識啦係咪啊？都係今次嘅展覽其中一個主題嘅設計師，即係譬如 Ron English 啊，阿蟹，我叫阿蟹啦。咁就越嚟越多作品咯喎、啊咁啊，勢如破竹啊 ！OK， 咁就好睇睇其他先。其實見到啲好嘢嘅，嗱，測黑網啦，測黑網啦，我睇下測黑網咩新咩擺先。嗱，呢、這個影影，好啦，呢、這個係一個好朋友嘅品牌啊 ，Ben 啊，希望你有睇啦。咁啊，多咗新產品嘅，同埋咧。多咗個女仔嘅，呢、這個直升機講咗好耐嘅，都有見過下噶啦。咁啊，跳傘呢兩個係唔錯，我覺得，即係出到個，喂 ，Hello Donny Gray， 出到個效果咯，係咪啊？話玩具 TV 有嘢睇噶，係咪啊？你都唔使講啦，係咪啊？即係唔會令大家失望啊！我哋唔係 hea 住做，咁啊。好啦，啱啦，睇下呢边先。嗱，你有福利啊嘛。嗱，其实大家知道我唔系影紧公仔啊。OK， 好，嗱，呢、這个
诶、欸，又出只细，嗱，佢开始玩呢只萌嘢系嘛？咁啊，希望佢最好，因为其实成条拉要重新标系要时间嘅，即系唔系咁简单。影多少少，咁咧，嗱、呢、這个 OK 喎，反而啲灰样我都好靓，啲立体感好啲系嘛？好得意又人好怪，上色又话上色，冇上色又冇上色 ，OK。好啦，咁啊呢个系阿思杰嘅嘢啦，作品啦。其实越嚟越多呢啲作品噶啦，我觉得香港嘅朋友仔都可以望下呢啲啦吓，即系其实内地就都几兴嘅，即系除咗 figure 啊、朗胶啊其他之外咧，即系佢哋有另外一班 fans 系玩呢啲嘅。好，我睇下呢度先。嗱、啊，呢只就系啦，香港都有得买咯，哈哈 ，pay draw 啦，佢有几只佢咯，好，呢度就呢啲啦，嗱、啊，朗胶有啦，哇，都几多嘢睇嘅，好啦，因为呢条鲨鱼我几中意。鹹魚套裝，哦，佢咁樣嘅，888三嚿，三隻，即1000蚊三隻。嗱，呢個香港朋友都見過喎。OK， 嗱，呢個喪屍套一啲都唔喪屍喎，好可愛。乜乜熊貓，舉躍熊貓。OK， 我就覺得幾有興趣條鯊魚。OK。呢、這個就香港設計師朋友啦，嗱越嚟越多啦，佢哋嘅 classic board 真係越嚟越多。其實好多都混雜咗咧，係唔同嘅創作者。呢、這個啦，熊貓啦，其實佢哋啲嘢好多香港都有得賣嘅噃。嗱，我唔係賣廣告啊，即係咁都要資訊嚟噶嘛，話俾大家知。OK， 嗱呢、這個個人喎，呢幾個佢哇好個人喎。藝術家英雄，咦？佢話加拿大啊，咁啊真係研究下個名字先，差唔多。嗱，呢啲啊真係大人玩噶，呢、這個係大家知啦，玩1:6嘅朋友，一念攻防。啊，買唔多朋友唔好意思啦，佢啲嘢係出一次嘅啫，同埋手作成分好高嘅。暫時新嘅嘢咧都未見，呢、這個似乎係新噶啦，應該係新噶，頂帽好大咁，但係公仔未出現啊，應該嗱後面嗰只嗰個公仔應該係個 character 盲人啊面人啊，唉、哎、唔肯定啊個字唔識讀，應該係第三款啦。OK， 呢啲就我哋見慣噶啦，香港我哋見到應該見到啦 ，Brian Lee 嘅啦，呢、這個啊。都要想想喎、啊，呢、這個我、哦、台灣嘅 AX2 啊，呢、這個少見啲、啊，即係台灣而家越嚟越多1:6嘅製作單位。OK， 咁啊，呢、這個係 Black 13，哦 Black 13嘅新作啦，已經調整咗嘅嗰個設計風格，完全調整曬。咁大家睇下啦，第一次有實物見啦。嗱，唔好走雞嘅，啲中意1:6嘅朋友咧，其實都揾唔到個實物睇啊，呢個就係實物啦。隱藏好多好嘢啊！嗱，呢個係一個男性嘅公仔，呢、這個女仔其實已經公布咗啦，喺網上邊啦。咁呢個就第一次見到件實物啦。睇片好啦，係咪啊 ？Queen 四 ，hello。嗱，個碌炮啦，嗱風格完全轉曬噶啦。咁咧，但係咧，就我覺得個人風格就有嘅。你唔好有前設，即係話啊，佢似邊啲似邊啲咁樣嚇。哇！呢啲好 hand tie 喎，都色色地。OK， 好啦，嗰、那個先，呢度差唔多。哎，唔好漏，唔好漏，唔好漏。呢度有一扎，呢度有一扎。唔好意思啊，我可以好籠統咁，因為時間關係，因為我聽日就唔會再上嚟噶啦。咁啊，影完呢一浸就走啊，所以大家留意。呢條片啊，睇翻轉頭啦。
咁有好多好嘢嘅，影咗啦，肥肥声咁影咗噶啦，即系眼慢啲都影睇唔到噶。啊，呢、這个咧，诶、哎，嗱、啊、呢、這个 VTSS 啊，有新嘢先呢个啦，就出货啊！哇，如果嗱、啊、version volume 1 and 2齐晒，一加十二口，唔系一加十六口啊，2468、2468、10、12、13个。得23个嘅，齐晒人马 ，VTSS 台湾嘅朗胶设计师组合。咁咧就呢、這个嗱、啊，海星人啦、啊，海绵宝宝人啦、啊，呢、這个阿 Cool 中意啊嘛。嗱、啊、呢、這个都好多人赞、啊。嗱、啊、唔识啊，我唔识啊，咁啊，但系即系 fans 中意啦。系、啊、啦，金仔正，即系边个金仔啊？唔识啊！我就知道海绵一个海星，呢、這个啊好似某某动物人，某某 superhero 啊！有乜嘢你哋又补充啦吓，唔该啊！啊，有埋福利嘅，有台湾嘅美女嘅，哈哈！唔好意思啊，我轻佻咗少少。哦，金正恩哦 ，OK， 有得买啊香港。嗱、啊，我哋又有。公仔睇又有靚女睇，又靚女，靚女啊！佢行翻出嚟，佢避開錯你嘅鏡頭。當然我唔係真係影佢嘅嚇，咁、啊、佢可能即係畫面清啲，唔好大家 distort 咗我哋嘅注意力。我啊中意呢個咯嚇、啊，哇！我睇下價錢，哇！點解中意呢只咁貴嘅？證明咧啊，呢、這個就係傳說中嘅史前四怪物咯，就係、是、呢個四隻嘅一套嘅。其实都有得卖喎，好似卖紧啊！199我谂系一只应该系啊，应该唔会四只。嗱呢只又系正啦，但系呢只睇睇价钱9900，即系呢啲我谂系 one piece 嘅，同埋系咧就系、是、art toy 咯，叫咁佢系咪晾出嚟诶？唔、知唔知睇唔到就咁睇，但系个 material 佢油到系你睇唔到系咩嚟嘅。好啦，我快速地走啦。咁咧，因为咧好，我已经应承咗人。好，而家我哋去第一个。特別的地方先，不是特別，不過咧係講咗要做的位嚟嘅，係咩咧？嗱，咁有好多唔同嘅 booth， 影個 round 先。我好冇唔好斷啊，直去啦，翻到香港再剪開佢，直去啦。咁就嗱，呢啲有啲台啦，即係獨立設計師啦。呢、這個都 OK 喎、啊，呢、這個。OK 喎、啊、呢、這個啊，很厲害嘅而家，唔好講笑。好啦，嚟到啦，嚟到啦。咁我哋咧就直入約咗一間公司叫 OK Great Twins 啊，嗰啲咩新公司嚟嘅。咁但係咧，佢哋嚟緊嘅嘢就唔新啦，同埋喺你面前呢位都唔新啦。喂，阿波 ，Hello，Hello Brian。係啦，咁我哋介紹個新牌子先係嘛 ？Great Twins 係咪？咁啊。有兩個系列，一個就是我哋已經知知地嘅就完美師系列啦。幫我哋講1:12先。尋日嗰幅相啊拋出嚟噶啦，但係啲人都唔知道係咩比例。咁啊，不如我哋影住俾你講一陣，定啊 chat chat 訪問啦。chat chat 訪問啦。OK， 嗱，我把聲係啦，沙沙地，可能因為辛苦啊。嗱，影咗十萬先。大家尋晚估下，冇錯啦。呢個係1:12嘅 action figure 嚟噶，即係可動嘅 T2 Terminator。咁唔使講嘅，有攞拉神噶啦。咁樣影法係咪先？嗱、啊，咁就幾時出阿婆知唔知？嗱，而家暫時你見到就差唔多，即係成個開發就完成咗噶啦。咁就等呢間公司個 planning 啦。咁基本上都會好快。咁我諗好快香港都可以見到呢個實物噶啦。哦，係喎。啊，咁啊，頭先阿婆係啦，因為阿婆就應該係負責開發嘅幫手。係開發，我負責開發嘅。係啦，咁啊，咁啊 ，GT 嘅就人唔喺度啦，咁啊就阿婆代住先。係啦。暫代啦，暫代。難唔難啊？開發1:12。Sorry， 開發1:12公仔難唔難？其實大家都知道啊，即係做1:6個技術就好成熟噶啦。咁只不過而家擺1:12路咧，咁好多嘢都係全新嘅一個概念咯。咁我諗要睇下點樣將一啲嘅概念擺落一啲已經有嘅技術裏面做出嚟咯。咁啊，都有啲觀眾話正喎，但係問幾錢？幾錢未知喎？
幾錢我唔知道，因為我唔係生意，我係做開發，所以唔係。係啦，咁我據聞咧嚇，據聞咧佢哋就唔係指呢個 T2 嘅一比十二拉伸嘅，仲有一間影埋落去啊，而家唔影。咁咧就普通嘅 regular 嘅即係嘅內容咧，即係唔係太複雜嗰啲咧，應該就$80美金到啦，約莫啦。係啦，我聽過佢哋嘅 planning 係咁啦，大概啦，至$100。係啦，大概啦，咁啊，但係 Terminator 呢個組合比較多啲，同埋好似複雜啲。我聽聞個皮褸係咪用咩料啊？其實呢只都屬於係人造皮啦，其中一種 PU 料啦。咁但係我就做過 research 嘅，咁就我相信大家好多玩家都擔心就係嗰、那個好快會有氧化嘅問題。咁我初步我就呢、這個做過 testing， 咁係市面上算係比較氧化得比較遲嘅一種 PU 料咯。OK， 係啦，咁啊明白嘅，咁啊當然啦，料可能間公司或者會改都唔定啊嘛，或者即係再用皮都得。咁但係當然要睇翻會唔會係一個 deluxe version 啊，又或者係啲特別版啦、啊、咁啊。但係而家咧，即係阿 Paul 都話有信心啲皮啊襟玩啲嘅。啊，咁呢個咧應該相對如果收到料應該係會略貴過$80呢個位嘅嚇，咁啊，但係全部都係估計啦，大家唔好當實先啦，唔好追翻我哋。好啦，我哋影埋下一步啦，呢、這個嗱 Terminator 2 啦，咁就依、這個已經夠殺啦，咁應該如無意外，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呢、這個系列仲有冇其他嘢出啊？其實你我諗大家玩嘅都好熟噶啦，即係其實呢間公司攞到T2， 咁相信係即係往後好多嘅 SKU 都係會。即係圍繞住 T2 有會出咯，包括T1000 啊、Bones 啊，好多都喺呢個 list 裏面噶啦。嗯，明白明白。咁啊，同埋都估佢嘅路線啦，即係同一間即係電影發行商，即係都係嗰系列噶啦，一路咁樣都係嗰只，即係做得開心又一路會出噶啦。咁啊，有啲客都話客啊，好觀眾啦 ，Quincy 都話$100 also OK 啦，係咯。系啦，咁因為有啲都好貴嘅，其實有啲一比十二靚仔嗰啲咧，後 aftermarket 都炒到好貴。其實我哋而家都嘗試緊，即係個 market 個接受程度。其實我哋都可以做簡單啲，不過我即係以一個玩家嘅心態啦，我都希望做即係玩家認為即係最理想嘅一個效果。咁當然啦，相對嚟講就即係付出可能會多少少咯。但我相信玩家即係個要求，其實佢會覺得係值得嘅。冇錯，冇錯啦。咁啊，我覺得就高炒靚啲，雖然佢高大，但係唔使低炒太個面有尖啊少少啦，因為睇得好啲。嗱、啊，呢、這個好似啊，呢、這個 angle 好似啊。咁咧手咧就要，哎呀，好啦，松少少先。OK， 嗱、啊，近啲啊，近啲係咪啊？嗱，滿意啦，滿意啦。咁啊，拎唔到出嚟拍住，因為個 pose 比較難 set， 咁所以就唔搞住啦。好，咁咧我哋咧。講第二度啦，原來仲有呢拉伸，呢個又好唔同啦，好回憶恭和涼茶之後，哇！見到個阿叔喎，原來是老夫子啊。咦，邊個會出先咧？你估？我相信其實個時間可能都差唔多，咁但係應該會係 T2 先嘅，應該就會 T2 先嘅。咁啊，兩個唔同口味啦，而家呢度。係啊，其實即係我哋而家GT 佢嘅方向都係會偏向即係會照顧唔同口味嘅玩家咯。個 body 係咪唔同啊？其實唔同，完全唔同。其實都係同一比六一樣。你要做得好嘅時候咧，一定要 custom 咯個 body。係啦，我都係專登問一下啫，一睇就知唔同。因為即係扮唔到咁大隻嘅，好核突嘅著起衫上嚟。咁啊，有個黑白版嘅，點解？係啊，因為我哋都想還，即係最想咧就係還原兩個唔同版本嘅老夫子咯。一個就係黑白版，完全係黑白漫畫裏邊嗰種感覺。咁另外彩色版就當然係一貫慣常，大家睇開老夫子嗰個卡拉通咯。哦，咁啊，真係中意老夫子嘅朋友咧，呢個 size 又 OK， 即係你諗下出一比六咧，可能覺得貴啲，同電話即係一拍 live 咧就有電話。不過好彩係唔會斷嘅，不過就要 cut 咗朋友線先。黑白正喎，有人話。咁啊，再影。因為好多人中意黑白嗰個版本，因為嗰個漫畫味好重。係。咁啊，各有各啦。咁同埋有好多人都會，其實我哋依家呢個係 display 有啲背景，咁但係好多人都問會唔會你又配埋個 display 咁我頭先聽到 GT 佢哋公司佢哋就會考慮咁咯。係，咁啊分開賣咯，可能好啲咯。咁啊好啦，另外系列咧嗰、那個設計師喺度係咪啊？我哋係咪啊？唔該曬阿波。喂，唔好客氣，唔好客氣。好啦，好啦，影個設計師嘅樣先，認住佢先。佢個側面人睇啊！咦，明明唔係我嚟㗎呢個，係大家好，拎住嚟自己。我揸
你揸住都得，系定系 live 嚟喎？系啊，睇到系啊 ，live 嚟噶，真系 live 嚟噶喎。系啊，唔系假噶，唔系影噶。咦？但系得半个头嘅呢、這个都 OK 嘅都。因为高乐，我迁就你。我迁就你得半个头啊呢、這个。不如你揸住个麦。好啦，讲自系啦，你讲下自己嘅嘢嗱，我因为交个麦俾你，你介绍下做乜你会发生咗呢个鱼尾丝出嚟啊？哦，生产咗鱼尾丝。不是我生產完美絲的，大家看見這間是一間新的公司來的，簡稱 GT， 是是不是電芯，是那我負責就幫他做一些開發啊consultant產品的，是啦，那麼剛好這個系列就由我負責開發，那麼跟這個即是什麼都做啦，打雜啊掃地啊都做的，這個是講一下你的設計概念啦，魚尾絲那些最基本的問問先，怎麼會創作魚尾絲啊？是受到这个任务跟着去创作，是的，其实最主要本身是新加坡公司的嘛，不是你新年有这次，是不是吓新年有这次，是吗？新年有这次你怎知道的，这个有尾的，很明显看到是个身形很粗壮，是的，有鱼尾丝鱼尾酥这个，是的，那最主要是希望多啲變化咯嚇，即係咁講咯嚇。其實你嘅設計係咪多數都係比較，其實即係我哋叫軟性啲，或者即係唔係粗線條嘅，即係似翻我身形完美一啲，係咪呢個係係完美絲？咁你梗係會做啲好 man 嘅嘢噶嘛？係都會嘅，其實有一個 custom 嘅版本係我以前嘅 style 嚟嘅嚇，係啊。咁不如嗱，咁啊，你幫我揸揸麥，你介紹下同我哋揸揸麥多啲個揸揸麥畫面啊！是咁樣就我點樣講？哦，係啦，依個就係八寸嘅系列啦嚇。咁、其實都唔係話特唔特色嘅。你留意魚尾絲，如果係原裝新加坡咧，條尾咧就會喺前面好似紅色呢一隻咁樣嘅。咁但係其實咧，佢係360度個頭可以轉，所以你見到細只嗰啲咧，就好似依啲咁多個 version 嘅。其實、其實唔係。係啦嚇，雖然你話呢個係咪設計咧，其實都係有刻意去諗過嘅。因為曾經有人問過話，咦？點解你出咁多個 version 嘅？其實唔係，係你自己另一另條尾又變咗另外一個 version 咁樣。我哋諗多咗。諗多咗呢、這個係。其實只係喺朗膠嚟講分一件咁可以領咯。係啦係啦，咁啊呢個就原有木紋啦，而家呢個木紋版啊賣緊啦，咁呢個就原裝就係魚尾絲啦。咁仲有呢個就係我嘅呢一個銀色 style。如果有留意我以前做啲 custom 咧，咁都會見到呢只黑色金屬。咁另外呢只 Piotta 彩色嘅呢一隻就係啦，而家就準備預售。咁啊，跟住啲好多會嘗試咗唔同 material 啦。我諗而家大家係啊，呢一個係為咗展覽咧，就做一啲custom 咁樣，就會發覺咧入面有好多古靈精怪，就周圍去搜羅一啲古靈精怪嘅 parts 咧放入去。咁啊，依啲透明系列啦嚇，咁啊仲有試唔同嘅顏色啦。我諗而家比較多人都會咁試嘅，試一啲幻彩啊、透明啊咁樣嚇，金屬色。咁啊，盡量古靈精怪咩都試下啦嚇。我都係中意只木色喎。係啊，最傳統啊呢、這個，因為呢只係第一隻推出嘅，其實係完全冇宣傳之下推出，但係都 OK 係。咁樣講，我自己覺得就綠色係最好的，最大路，暫時見到最好嘅嘢，見到有設計嘅，係係啦。咁啊，其實之後都會揾好多世界各地嘅 designer 嚟做 crossover， 同埋遲啲都會有展覽嘅。其實咁就唔係話淨係得轉顏色咁樣咯嚇。咁啊，仲有啊，仲有少少，大家知道，如果大家對依個有踢球的話呢，這一套足球系列呢一看就知道是什麼來的了，這個那好講了這個，但是會在6月推出了，因為6月大家都在看球了已經，那這套現在都很大期待的，這個是有現場有些東西賣的，現場都有的，這個是首先推出了兩個系列啦，那都不止兩個了，有透明啊、金粉啊，咁啊！依啲如果你喺現場就可以買啦。咁同埋一隻中間白色嗰只 DIY 咧，其實咧就冇得單賣嘅，一定要買兩套咧，即係每套五隻咧，咁先至可以有呢一隻純白色 DIY。呢個咧？咁呢個就貨展覽嘅 DIY 啦。依啲咧，如果第時同啲 designer crossover 嘅話咧，
咁就會用呢一隻嚟做係八寸嘅，係啦。好啦，咁啊，今日就唔該曬啊。O K， 先生，因為都時間關係啦，咁啊，希望你哋啊成功啦。咁我都翻去會再拗一拗，睇下會唔會揾到隻木紋嚟玩或者賣嘅。O K， 好。好，咁啊 ，thank you 你。O K， 好。咁我繼續啦，繼續行咯噃。咁啊，再影影咁啊，呢次咧一剔過算啦，咩又 cut 咗又開，又 cut 咗開就唔好啦。咁我哋離開嗱 ，quick turn see a booth 啦。咁啊，睇睇呢啲。咁就呢個咧係我唔識啊 ，Ali Art Barbecue 咁影嘅先啦。咁咧就我影影佢啲產品先，我冇影我影啲產品。啊，原來有女仔瞓咗喺度。OK， 嗱呢啲福利啦，呢個影影先。嗱呢啲幾有型，幾靚仔。啊，呢個有冇算 ？OK。咁啊，一間先過嚟訪問啦，因為時間關係咧，我真係因為真係就嚟收啊，咁我就快快的影，快快的影啊，咁就呢啲唔影啦，呢啲玩嗰啲唔影啦，唔知玩乜嘅，咁咧好多嘢嘅，嗱咁呢個 show 因為係由於係一間公司主力去舉辦咁，所以其實booth 唔係太多嘅，但係咧就係、是、傾向咧係是傾向呢就即係搞到唔集中添，係咪好睇呢啊，好睇呢，就係傾向人少啲嘅，但係呢就集中啲啲，例如係潮流啦 design 啦，呢套都幾好喎，佢哋好似練過咁喎，即係你睇下有隊形㗎喎，哇即係有 like 呀，有男子有女子，男咪淨係女仔㗎，個男仔都高高大大㗎 ,ok 㗎，你睇嘩開心喎，哇咁樣動作啊，哇即係係咪歡迎加入呢，哦完啦，咁我哋希望仲未完咩完咩啊，福利完畢啦，福利完畢啦，影多兩秒，五四三二一，哇呢、這個真係幾好福利嚟㗎喎，好啦唔影，我都唔係好捨得走，因為我知道大家想睇，就係咁啦，佢強調就係睇買玩係啦，咁啊所以唔係一般玩具展咁多咁多嘢嘅，但係呢就有佢嘅特色個性啦。咁其實呢如果你嚟講呢，即係如果少嚟廣州嘅朋友都知道，其實而家呢個感覺呢就都係好新鮮同埋好 upgrade 㗎啦。咁早其實 keep 住有嚟廣州嘅一年一次到啦，工作關係或者一年嚟一次。咁其實呢個展覽我覺得個質量呢係又係高咗好多嘅，即係同我以前印象中嘅展覽質量咧係有啲唔同。嗱，咁福利啊完咗噶啦，咁啊雖然仲跳緊啦，但即係我唔係好捨得離開嘅，但係都要走啦。嗱，咁但係呢度，但係即係增廣見聞嘅時間有好多啦。咁你見到咧呢度咧，其實應該係玩 board game 啊 ，war game 嘅 part 嚟嘅。咁咧就你知呢樣嘢我最唔熟噶啦，但係咧冇錯 ，board game war game 就老有涵義咧。嗱，佢啲 game 嗱依都好靚嘅，嗰啲 game 嗰啲公仔，咦我見到好似係三角嘅喎。嗱，我影下先。嗱，呢啲三角嘅 war game 嚟嘅喎，三角嘢嚟嘅喎。嗱，好靚。嗱，三角啊！嗱，你嗱玩得好投入，三角嘅喎原來。我真係想八卦係三角，係三角嘅喎。有冇時間再擋呢次 God Compass？ God Compass 到底睇得唔得 ？God Compass， God Compass 我其實影咗，我有四隻十二寸同埋一扎嘅嗰啲咯，唔影得唔得啊？因為重複我驚收檔咧個時間影唔到喎。你到底睇翻啦，阿 Dorian， 好嘛？一間到底即係打完咗 upload 翻去，其實你 Facebook 同 YouTube 你都可以睇得翻。咁啦，咁啦，成班朋友仔，其實咧就，哇！我唔理咁多啦。而家其實咧，內地嘅朋友都即係大家都好先進啦。咁你影嗰啲後生仔又唔會理你嘅，即係 OK 啦。唔覺得你咩？即係你禮禮貌貌影就得噶啦。你唔好近距離 zoom 人哋嗰個大頭就得噶咯。我覺得嗱，男仔女仔係好多嘅，即係我諗佢哋係。不過全世界我哋都係嘅，board game 同 war game 咧，男仔女仔都有得玩，因為 depends on 嗰個 game 嗰個內容係咩嚟嘅。咁啊，時間關係，我唯有快快的影完我就閃噶啦。咁咧就，
好，繼續行啊！呢啲係 game 啦，因為驚再佢哋 close 咗影唔到咧，就上嚟有啲戇居，哈哈！冇理由咁噶嘛。好，嗱呢啲就係呢啲東莞市咧，不過呢個麻麻地。呢個係 LGND8， 啊呢個好，呢度，哎，嗱都有 One English 嘅嘢喺度嘅 ，Milestone， 其實好多都係佢哋嘅有關係嘅公司啊，或者係朗交好強嘅公司。好，好啦，哎嗱，拆開網，哦，我再影多一次啦，話你唔嚟到啦。其實你剛才問那隻呢，我想是有些出了的了，我肯定有幾多是出了的了，已經是限定版來的，有些是即是限定版來的，有些是日本沒事，其實有些我們見過的，有些就可能限定版，還有本身God Complex 是很少的數量，是500隻左右的，如果你喜歡呢就有預算買呢，其實是 OK 的，為什麼呢？即是你真的有一個有一個價值在這裡，即是用一個從一個多寡的來衡量是有一個價值在這裡，因為是少嘛。那這個雞雞的 booth 啦，那我就這個雞雞的 booth 其實應該是一個內地設計師來的，沒記錯，但是現在越來越多了，來一個新雞雞，雞的內籠啦，有戰鬥雞啦，有些向某拿了 Ison 的這個皮膚盒Superman DC 攞咗 license 嘅雞雞啦，咁有啲新版本，呢個係火箭嚟嘅，就唔係雞雞，但係個概念都係有啲似嗰啲即係圓咕碌咁樣，我諗都幾好，貫徹翻佢哋嗰個設計啦。咦，有超人雞喎，有超人雞喎，好啦，咁啊，哎呀，嗌咪啊，我驚你想走，咁真係快啲影啊，如果唔係咧，如果唔係咧就咩？即係影唔到啦，佢講曬啦。福利時間又到啦。嗱，依度有咖啡啦。冇嘢嘅嚇。18啊，無醜婦，後生女多數都靚嘅，除非好懶啦。嗱，呢度呢個係 Seven Letter 呢個影先。哦，呢個米奇老鼠，哇，800多蚊嘅，我有一隻啊，我有一隻擺咗鋪度係深色嘅，好似黑色嘅，嗰啲就係紅色嘅。哇！有朋友送俾我啦。嗱，呢個 original 有顏色嘅，有朋友送俾我啦。咁啲就嚇。如果想睇到呢只實物咧，你去我公司嚇，其中一個公司，其中一間鋪，咁啊擺咗喺度。咁啊，呢啲係迷之生物。影先。嗱，呢啲係好似似日本嘅喎。又唔係喎，台灣、上海、深圳、蘇州，相信都係都 anyway 邊度唔緊要，最緊要就係好嘅嘢，唔錯啊設計嚇、啊、，OK 喎、啊，越嚟越好喎、啊，頂帽唔錯喎、啊，哎呀900蚊都 OK 喎、啊，但係似乎唔夠大頂，今日都係做唔到私人嘢嘅，因為咧我要飛撲翻香港，繼續做嘢，你私人嘅事務好多，呢、這個就咩紅咯。紅本紅咯，唉，我係唔記得噶啦，有小 B B 躝緊啦 ，band 嗰度完咗啦，其實差唔多完啦，趕人開始，好啦，咁啊，我真係扭啲嘢嘅，其實不過都算 ，V T S S 去咗影咗啦 ，V T S S， 咁啊，誒影 Mil Cargo 先啦，其實頭先經過 Mil Cargo， 不過咧就負責人就唔喺度啊，都有老夫子啊 ，Mil Cargo 呢度。咁啊，都開始好活躍啊！開始活就有自己嘅嘢啊，自己嘅品牌啊、產品啊。誒嗱，呢啲就應該係有 Labubu 喺度，即係呢啲係一個 hard to work 嘅嘢。啊，呢個應該係一間零售公司咯，似乎係好多朗膠啦。咁咧，啊一個巨型嘅。Batman 啦，呢度有啲冇影嘅，影埋先。
來啲全部超快咁，一聲過算啦。因為時間都差唔多五點啦，即係影住咧就好似好快過。OK， 嗱呢啲咯，呢個嗱出過係朗膠嘅產品嘅，啊呢啲 size 咯，我香港少見到。咁喺美國應該都幾流行噶。咁咧個牆好靚噶啦，成個牆係咁樣嘅，即係嗱有成個系列嘅，咁啊睇睇啦。OK， 成個系列嘅。好快係咪頭暈啊？都冇人講嘢啦。擰得幾擰啊？跌多兩個觀眾添。NBA 啦，呢啲 NBA 嘅 deform figure 咧，其實就香港少見。其實都係呢間美國嘅主力公司佢哋自己其中旗下一個品牌啦，就正叫 NBA collectible figures。咁就係啦，嗱，成個高比係咪啊？唔係高比啊，我唔敢講啊，應該係高比。好，咁我繼續下。其實有啲公司係想睇，但係 miss 咗嘅，死啦！但係咧唔緊要啦，我隨緣啦，見到就影啦。其實我影完之後，我自己都睇唔到啲咩㗎啦。咁呢度我試下影先。Hello， 咁啊，影下 OK 啊 ？OK， 好，影係趁你未收嚇，好。嚇啊！你香港啊？我香港品牌。哦 ，OK， 你好，因為香港公司係啊，直播緊噶 ，OK， 係啦，你設計師啊？你係設計師？你係設計師？自己搞定係公司咁樣啊？即係你自己老闆？我就 A Workshop， 我係 A Workshop， 我就同佢哋合作搞呢個即係公司資方啦，同埋呢個設計師啦，係啦，叫 Eric， 我叫 Anderson， 你好，大家好，咁啊，第一次上嚟內地係嘛？但係呢個係即係啱你哋啦，設計師嘅。係啦，啱我哋，完全係啱我哋。同埋我哋今次係特登封咗個 booth 佢，就開一對門，就有一個好似 gallery 嘅形式。即係好似有翻自己嘅空間咯。係啦，就唔係 open。係啊，咁呢就我哋自己嘅 design 咗成個定位，係啦 ，display 咗，可以大家去睇下。我換相行，我一路影下先啦。哇，咁多嘅。壓制嘅，呢全部都係有斜熱啊。有其他唔同嘅。你哋係生產公司定係代理定係零售咧？我哋都係生產公司加去賣埋俾其他人。我哋 online shop 啊。係，即係會同啲 artist 合作，即係出產啲嘅玩具，係啊嘅 figure。OK。但係自己冇廠喎，自己有廠。我自己有廠啊，咪即係好似 unbox 咁咯。我最近 unbox 嘅衫，即係 unbox 咁。unbox 嘅。OK。係啊 ，thank you。但係就因為其實唔好意思，即係我其實係咪比較新啲係咪？係我哋新啲，我哋大約開咗五個月到啦。哦，係啦，我真係有時驚，即係有啲即係可能係老行家唔識，但係睇個樣又咁後生，係啊，又係啦，所以問一問。OK。五個月到，咁我又集合咗有廿幾個 artist， 咁遲啲都會有上海會擺展覽啦，台灣會擺展覽啦，澳門都會擺展覽。係。咁澳門仲有啲 workshop。去做嘅，呢啲全部手上色啊，系啊，手上色，依家暫時一個展示品，即係一件先嘅，系啊，因為我哋都係未量產 artist 合作去，但係展示嘅啲全部，量產嘅就係我哋而家今次會場有夜光顏色啦，手色。哦，明白。最 original 就係呢一隻，系啦。咁今次會場版就係有依只有埋啦，啱啱新出嘅呢只，系啊 ，mono 色。哇，我明白，但係即係冇辦法啦，我睇慣好嘢咧，睇到呢啲咧。就真係哇！如果呢啲出貨就好咯。係啊，可以考慮下。係啊，可以考慮下。同埋我哋除咗依個 Fatty 嘅系列之後咧，我哋仲有第二個 artist 嘅，就喺隔離。咁佢就係我哋嘅塗裝師，係啊，係我 A Workshop 嘅塗裝師嚟嘅。即係呢個呢個 poster 呢個靚。係啦，呢個靚仔就幫人哋改件啊。咁今次我哋就會買依四張畫，就係佢首日嘅。系咪菲律賓？呢個美國，美國國籍係啊，因為我見過正好似南美洲人嗰啲。哦，係，佢係墨西哥 mix 嘅，係。呢個就攞 one language 嗰個嚟重套。重做係啦，咁佢就
文開新嘅，但係佢就有畫呢手繪嘢都有。哦，已經好過癮，好過癮，係。多謝曬。OK， 好，唔該曬啊！點稱呼啊？Anderson， Anderson 喺 Workshop 嘅 Anderson。咁啊，設計師就 Eric。係 Eric。咁 Eric 嗰啲 Eric 嗰個嘢係邊個 ？Eric 就係呢個。Eric 就係呢個。哦，認啦，認住佢啦，影住呢個就係呢個。係啦，冇錯啦。咁咧就香港設計師，咁啊大家支持下，會唔會第一次啊？是不是第一次？內地就是第一次。香港我哋之前擺個 show， 擺嗰啲膠展咯，叫。係係係。就比較唔係，就係比較藝術氣氛勁啲嘅，我哋買 art toy 多。租咗一個 cafe 咁嘅地方，跟住就擺咗一次。就喺大坑嘅嗰次就。咁啊，鏡頭背後有啲彩蛋嘅，啲行家係香港人嚟嘅，全部都香港人嚟嘅。咁啊，影佢專登影住佢背脊嘅 ，OK。咁好啦，咁啊希望你哋香港再見啦，我哋又可以同你傾下偈，希望你成功啦，係啦 ，OK， 好，咁保持聯絡 ，OK， 跟住我繼續行啦。咁咧喺呢時間咧，我做啲私人嘢先，我掉低我嘅工作嘅嘢先啦，梗係影住啲香港嘅朋友，佢就放低個，喂嗱，卡片唔好意思，我變咗，喂我仲有啊，咁咧，咁啊翻去香港可以大家聯繫聯繫啊，咁啊睇下有乜嘢。我哋其實玩具 TV 都開始咧推啲特別版㗎，係啊，喂，我都有睇玩具 TV， 係嘛，喂，好，多謝。咁喂，咁你諗，誒、哎，唔好意思啊，咁單手 OK，thank you，thank you。咁啊，翻去再見啦，認住呢兩個後生靚仔嘅朋友 ，OK， 好，拜拜，拜拜。咁啊，繼續行啦，咁啊，趁住仲未收曬片咧，我哋就繼續去影啊嘛，有啲收穫喎，頭先原來雖然客 ，hello， 其實邊度係唔緊要嘅。最重要是找到好東西，是吧？那見到我兩個人動在這裡就知道好東西了。剛才我兩個是朗交界的那些，現在是熟人啦，即是好東西的。哎，這個走了，這個沒有人的。在這裡。哦， OK， 這個是香港朋友來的。哦，鐵皮鎮天灘。OK， 那我先拍攝一下，時間關係。其實是不是收的？見過係嘛？你係喺五十二台嗰度介紹嗰啲變形啊？啊，記得啦！咦，上次又唔係呢啲嚟嘅喎？唔係，我唔喺呢度，喺嗰邊。哦，佢變得咁快嘅，你係變形嗰啲 Marcos 嗰度係嘛？52台變形廳。OK。咁啊，好啦，咁咧，我哋佢似乎忙緊啦，咁我哋唔訪問住嚇。影咗半個最實際啦，因為我今訪問佢，我驚我訪問到六點啊。OK， 咁我盡量影多啲嘢先嚇。咁、啊、咧，因為走啦，即係冇嘢係啦。咁哇，咦，原來有個換托嗱，換托其實嚟過之前影過佢哋嘅 booth 噶啦。咁但係咧呢間係一間好似係台灣㗎，但又好似係不過總之佢哋啲嘢都強啦。嗱、啊，啲燈打得。麻麻地啊，因為咁樣照落嚟咧，就黑曬啲嘢，我哋影得唔靚咯，嚇！我就好巨型嘅一啲嘅雕像，好難影啊，好難影啊，影唔到啊！呢個咧，風雲啊，唔係，sorry 唔係，對唔住唔係風雲，天下無敵老祖宗 ，sorry 啊，呢個係火雲邪神 ，OK 好。咁就哇！不過呢啲我中意喎，這個 Devil Man 就哇呢個勁喎，哇！啲雕工好仔細喎，哇！呢啲冇睇嗰啲朋友睇翻帶啦，睇翻片啦，哇！呢個 OK 啊，哇！手軟啊！手軟啊！喂、哎，這個。好熟面口喎，手臂唔係手軟，哇！好 K 好叻，其實幾勁幾靚，波又大，不過暫時就未知道佢哋啲產品係點樣搞作，即係點樣賣啦，點樣去宣傳啦。嗱，呢度燈好啲啦，即係因為可以呢邊影翻。咁咧。化型其實係點鐘完咧？五點幾嘅咯又，其實應該係完咗，不過啲度可能照大家輕鬆啲，又冇咁趕咯嗬。OK， 換托似乎都可以 miss 咗啲嘢噶啦，真係遲咗少少上嚟，因為一個鐘係行唔曬。
即係雖然個場地唔係超巨大啊，但係其實真係唔曬。咁我仲要影相添啊，影唔到啦，大家睇片啦。唉，人手緊張啊，加上咧都話香港嘅事務比較繁忙。我呢個 style 就係咁啊，暗暗沉沉，嗰度改下先得。咁啊，因為大家觀眾未必好中意。哎呀，熄燈添啊！呢個成日影啊，影過幾次啊。好，咁我離開呢個換托呢個位先，繼續行梯冇漏。嗱，咁嗰啲唉獨立嘅朋友仔嗰啲影唔到啦。唉，真係呢啲我平時我比較會注意嘅。系啦，一路收咗工啦。嗱，人造人廿二，咦？人造人廿二，其实咪即系同呢、這个啊，好似同迈尔托有啲合作，冇错。人造人廿二系啦，僵尸，唉，记得啦，记得系啦，头先系咯。咁啊，好啦，咁啊，哦，好啦，咁咧，我呢度直播到呢度咧，熄灯啦，吓，咁咧影咗咁多，系唔完全噶啦。咁啊，希望大家睇得开心啦，都有啲新嘢嘅。OK， 好，直播到呢度，咁就咁希望大家开心啦。广州啲展越嚟越好睇噶啦，或者内地啲展越嚟越好睇噶啦。好，拜拜。